欢乐颂的热播让刘涛、蒋欣、王思文、杨紫、乔欣称为姐妹，大家也亲切地称她们为欢乐颂五美。原本以为五美之间相亲相爱，不曾想最近却爆出刘涛与蒋欣不和的消息。起因是在刚刚过去的慈善芭莎夜上，刘涛与蒋欣同台互甩黑脸，不少网友纷纷猜测两人关系闹掰。9月14日，刘涛现身北京出席自己代言的某品牌活动，采访时记者刚一开口就被主办方拦下。那大家说你们几个舞美的关系，谢谢。那如果大家没有和 Echo 这边相关的问题的话，我们今天的群访就先到这边结束了。不甘心的记者连问两次，刘涛才回答道：“涛姐，舞美的关系好，谢谢大家。有什么怎么样的？不挺好的吗？”这似乎不是刘涛一贯打记者的方式吧，所以和蒋欣的关系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？网友们自己理解吧。抛开这些问题，今天的刘涛还是相当美的。